各位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4号星期日，今天我们庆祝了很特殊的基督教节日，叫做复活节。复活节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节日，就是跟耶稣有关系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跟女朋友一起听了教堂的演讲，因为我们由于这个疫情，我们不能参加教堂，可是我们还能听了这个教堂的演讲，而且我们跟我的家人一起庆祝了，我们吃很好饭，我从小的时候总是跟家人一起庆祝了这个复活节，所以今天的视频比较短，我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